呢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博朗咖啡的门市？哦，我们就是要指控我们的金车公司，他放任他的子公司金车物流，哦，他逼迫他们的司机，哦，每次最长的出勤的时间可以逼迫他们高达这个30个小时以上，二十个小时以上，致使他们哦长期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让他们他们的脊椎都出了问题，他们普遍有这个职业病。金车赚钱赚到翻，金车赚钱赚到翻。司机开车开到残，司机开车开到残。我在金车物流担任电车车司机哈，已经有8年了。我在102年了，还接受那个桃园县模范劳工的表扬。我这里还有一个彩带，我因为哈长期超时工作哈，过度劳动，造成那个椎间盘突出哈，压迫到坐骨神经了。那个经过手术治疗哈，不能工作啊。而且我符合那个，我有去申请那个职业性腰椎哈椎间盘突出的认定啊，我向主管刘秀官申请那个伤病给付啊，他说哈公司不可能会帮我申请啊，我说如果哈你在小公司哦，你什么都没有哈，啊金车物流因为哈超时工作哦，过度劳动哦，被劳工局劳动检查罚钱了哈，刘秀官主管哈竟然向工会的干部说哈金车很有钱呐，花个几万块哈不痛不痒啊，我相信金车真的很有钱呐。金车的劳工已经有15年了，未曾那个加薪了，是不是给劳工加一点薪水，劳工会很感谢的，也符合企业的形象。博朗咖啡，博朗咖啡，血汗风味，血汗风味，博朗咖啡，博朗咖啡，血汗风味，血汗风味。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博朗的门市里面，和我们的情人，和我们的亲戚，和我们的朋友，在这里一起享用一个悠闲的时光。这个时光是靠什么换来的？是靠我们司机的血汗换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在这里。我任职大概7年多了哈，那长期的工作时数不一定，遭受主管啦哈恶意控制车趟啊，导致我们的薪资不平均哈，让我们的哈工会成员哈。有的甚至于赚不到钱哈，他们的生活哈有点陷入困境哈，希望公司哈给我们公平的待遇哈。刚刚主管打电话来说哈，说我们今天如果来参加这次集会的司机啊，哦，明天都可以不用到公司去上班了，哦，那我们觉得你这样子迫害我们的话，没有有什么意义？那为什么不让你们？为什么你们不出来跟我们好好的谈一下？你要任由主管这样欺压我们司机？好，我们知道司机开这个非常大的这个连接车，他其实是需要非常专心的，但因为这个超长的工时是使他们非常的疲惫，一不小心可能会发生任何车祸。用我们的司机的健康，用我们全体市民的安全来换取我们一杯便宜的博朗咖啡，就是要打架模嘛。对，我这样没在上货的时候要有，我们是26版的版位，是26版的，然后我们要上到30版的，就要把那个另外的4版搬成8版，然后上到那个上去，而且都要打架模，这样绑绳子，这样都一个人，我们那个是子母车，46吨的，这样，一个人完成这些工作，然后就是跑南部了，跑南部有时候还要载东西回来，这样，所以时间很长，就是你要弯腰吧，弯腰下去搬啊，你像我开完刀，我连弯我都弯不上去啊，我们那个一趟有时候一趟就跑24小时。我最多连续开车开24小时，就车辆奖金啊，车辆奖金里面啊，他就没有另外再给你加班费的。比如说你假日，你跑，你现在如果你今天跑24小时哦，他的意思是说车辆奖金里面就有加班费，他也不给你了哦。然后你假日、例假日出来加班，他是以12000块的底薪去算你的加班费，这样。里面学生不能控诉。我们的金车是一间血汗的公司，我们的金车是一间血汗的工厂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把我们的血手印，把我们的血手印印在他们的门市上面，告诉全台湾社会，金车它是一个血汗品牌，博朗咖啡。因为没有
气，有志气，不方便发言，我也不是人质，不好意思。